现在陈志芳准备要玩雪人，他准备要躺下去了，然后现在下大雪了，时间哦哦哦哦哦，这比溜冰还更好，刺激！你看，你看有多大的雪？你看陈志芳的背，你看啊，你看他的背，哇，全都是积雪。然后你看所有的团队，他们都很 surprise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雪在白丝瀑布。其实下雪是不会冷的。雪有多大呢？你看这个雨伞就知道了。哇，来看一下陈志芳接了多少雪，哇，太巧了，太巧了，太 surprise 了。陈志芳说第一次看到雪就看到这么大，有没有很兴奋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很兴奋哦，好稀哦，啊，我的包包，你看他的包包全都是雪，你看。哇塞，陈志芳，你这样拍我来看一下，你就拍我的衣服，你看。那是你被我丢的好不好？你在录影呢、啊，我在录影呢、啊。那是被我丢的、啊，那个帽子。帽子都雪了、嗯哼。你看，还有后面呢，多不多？后面呢、哦？对。很多。好了好了，先暂停一下了。